电话，问问。
就像飞蛾扑火，不问值不值得。最美的承诺，是一时快乐惹的祸。
交流一年四月十二号，我终于嚟到我自己阿妈嘅屋企，但系佢唔肯见我。啲工人话佢已经唔再喺度。Thank you.
去难以下咽，把黑夜当作温暖去难以入眠，只好对自己说晚安，无人在身边，想要遗忘去不习惯，把痛苦当作万年都烟消云散，把感情当作红线全部都斩断，全世界好像都放慢，想不如入眠，想要遗忘我还是孤单。感觉的
挣扎，风雨不能阻隔。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
谁守，我的痴情熬过了多少个春秋，半江回忆如星何时休。Hey.
Thank you.